还有一件事，我们那个上高中的时候呢，以前呢体检呢都是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以后再去体检。哎，从我们那次开始呢，就体检体检，先体检，再考大学，反正那个你先体检再说。那天就我们又排大队去体检了，体检的时候，反正就，每个人都不抽水的，都躺在那边，按一下肚子什么之类的，那天就见了鬼似的啊！医生就碰不到我肚子，我一碰肚子就笑，一碰肚子就笑，一笑那个肚子鼓起来了，就控制不住，好像被什么控制住了，我自己控制不了我自己啊！你说现在你叫我，那肯定不会笑嘛，怕痒的话也不会笑嘛。但那天就是一碰到就笑，一碰到就笑的，那医生就没办法，我肚子里边肝胆什么之类的，医生说你再笑的话，你给你抽血了，那孩子受不了啊！真的呀，跟我想的一样，我一直没敢拍呀。陆志清呢，一直跟着我啊，陆志清跟着我，一看，我要那个要考大学体检了呀，那不是如果体检合格的话，那我不是要走了？我走了一个正向，他的话谁还能管？离开了启东的话，启东又没有大学，没有一所大学。离开了启东的话，那帮他传校学，就那个1945年8月17号放生勿忘我从，从日本长崎飘到启东这个事就没人管了。一定要把我把那个八幺把我留下来呀！一定要把我留下来的时候，一定要把我留下来，一定要把我留下来的时候，我体检的时候啊。他们我这边养了笑啊，养了这边笑了以后，让我体检不合格，让我体检不合格的想把我留下来啊，要把我留下来。哎呀，这个不知他是这么一整的话，医生说呢，那你这样的话你要抽血去了啊，整个学校就我一个人抽血了，哎，所有人都是按一下就痛苦了，按一下就痛苦了。你那个，你说抽血的话，那多多少少有的人的这个高点那个低点的话，那个完了没通过，后来是让我过了啊，然后叫我什么吃药什么之类的啊，然后再去复检什么之类的啊，复检以后再说了啊，就这个事情就过了，关键问题我这么多年一直记得很清楚，怎么会？那天就是失控了，一个碰也碰不到我肚子呢，那肚子一按着，一碰到就笑，一碰到就笑，而且搞到最后呢，基本上那医生叫我躺在那边，没摸到我肚子就开始笑了。那医生说那你这样的话就抽血了，那肚子也碰不到，你怎么摸到你肝脏？肚子剪一下子的那个，那摸不到的话就抽血了啊！原来是陆志清不让我离开呀，不让我离开。这个启动一离开就意味着再也没人管他了啊！他要把消息，从那个，从阴间要传到阳间了呀。后来我出去了5年以后，又回到了启动。大学毕业以后又回到启动。回到启动以后，然后。我们那边有个人呢，就骑自行车上桥，带了人骑自行车没下车，哇，一下子又很痛了，然后截肢了啊！我亲眼看到了这个人，也知道截肢了，哎，还是陆志清，真的，但我还是没解开这个谜啊。然后呢，1982年的时候，就是我刚进高中的时候，之前呢，刚进高中的时候，刚入校。没几天，就2-3天时间，我爸爸突然大吐血，后来住在人民医院，那个传染病房就关在里边了，以为是肺结核，那时候肺结核是管得很严的，实际上不是肺结核啊，是8月17号放射性污染飘到中国的纪念日啊，那年1982年的8月17号，我爸爸都要大吐血，实际上呢，1982年呢。我们都知道这个9月号开学的，我呢那年1982年呢从初中考到高中去，那么我们全部学生呢要求提前15天到学校报到，全部补习15天的英语，那么就变成8月15号了啊。然后呢8月15号开学上课的话，肯定提前1-2天到学校嘛，万幸挪个1-2天啊。然后开学以后8月17号马上就到了，也就是我刚过八月
就是8月17号那时候，我爸爸大出血住院啊，也就我讲的那个放射性污染飘到中国来，要用之前把这个消息要传到人间来啊，一直在找不着我啊，因为他当时一直传不出来嘛，所以就在阴间呢，来那个招魂嘛，像日本招魂嘛，要招要招魂，谁帮他传这个消息嘛？我知道这个。他招魂嘛，知道这个消息以后，我就来帮他，就投胎过来了。另外还来了一个两个人，还跟我堂妹也过来了，但我堂妹就没这个事情就没完成了。后来是在我在临牌我堂妹的时候，把这个消息终于帮助之星从那个阴间，传到阳间来了。原来有这么一个事啊，有这么一个事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小时候当然家里人也一直生病啊，有很多问题，但呢，那个就从时间上说得清清楚楚的，1982年的8月17号，我爸爸大出血啊，就在我眼前发生的事，我刚上高中遇上这个事，接下来，3年以后，不，期间的那个3年以后，考大学体检的时候，他又拉了我一把，5年以后。然后我又回到启东了啊，毕业一个。然后呢，启东那个人气太复杂了啊，在人民医院里太复杂了，我就离开了深圳，离开启东，1992年，1992年，后来到了11年以后，在深圳临牌的，终于把这个消息帮他传上来了，在2013年的3月17号那天，终于把他的消息解开了啊！他中了两个放射性污染物，一个在左胸部，一个在右下腿，是这样啊。好，今天我排了两个关于体检的事啊，其中有个涉及基辛格有关，我去查一下资料啊。当然，有的事情他隐瞒了，这个事情不一定同我们记录到的一致，但我今天去看一下啊。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